还问为什么没去全明星，我不惜再去，节目太小，没有排面，不乐意去，行不行？还问，问吧。谢谢常人。请我去，要用专机劳斯莱斯接我呀、啊！让我去，我没去，不乐意去。听明白没？行不行？谢谢先锋八零四。我 A 一下，平 A E，A， 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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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， 呵呵，他把荡妇二连全交了，我啥也没交，闪现 E A， 等他疾跑没了，我们闪现 E A 把他 A 死。注意跟他对拼的几个细节，我刚才可能没有给你们讲到。第一点，先看他用的什么技能。啊，他先看他用的什么技能，他如果是放的 W 技能，我们 E 可以先交，但是我 A 了他一下，他出了骸骨镀层，我特意等骸骨镀层没了我再放这个 E， 要不然会抵消我们很多伤害，知道吧？啊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一边打一边往后退，如果他想跑我们 E 到前面去，来这边 E 小兵正好把他骸骨破了，点一下用 Q 逼他的不补刀就算了。 EA 太短了这 Q， 来塔线让他打，拽我来进去，这不行，等他血怒消失把他杀了啊。哎呀，我好想杀他！这啥呀？干哈呢？这小丑！犯罪呀！这小丑！没吃。他醒了吗？哎呀哈！我把网页给它关了，怎么这么卡呀？谢谢幺七七零零。还有五十秒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这一轮的抽奖了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啊。一上来 A， 抠一下，他可能不太敢打了。 A 抠 EAW 走，好拽。嗯，好 Q， 我 Q 你一下 ，A E， 再 A，A Q， 死了，四秒，三秒，两秒，先 Q 一下，点燃 A E， 操，
我都知道我这波死了，你看见没？我提前我就知道，哎，我说死了，哎，完事我们就死了。谢谢希望村扛把子朴智言，真傻逼！这波我知道他有大，他有意义，我还往前上去 Q 他，慢点 Q 好了，慢点 Q 他就死了，让他回到血了。下边再杀吧，小裂了，小裂了，但我没说我裂啊，我们家整体是小裂的，看来得多杀他几次了。先放个 Q， 哟，用移动速度拉扯我，来，拽，好拽，放外圈 Q 快，为什么不放？心是猥琐，到底打不打人儿？怎么没了呢？吃屎去了，吃吧，踢他一下。来，对 ，W 一手 ，EQR 转起来。亮牌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现在从现在开始，我再死一把，啊，我就不叫兰陵汉。这波也没玩好，其实，哎，玩的真是菜。玩的真是菜，没玩对。从没有人能在我面前亮牌，除了德赛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注意这边小丑来没来，我去右边先插个眼，这两个眼给他插了，省着这个一会儿小丑啊来了我们不知道。到位了，哎呦，这口能中，开始了，我找他们去，没有啊，还走，嗯，这波先不打啊，等个十二秒，等着小丑走了我们把他杀了，等个七秒，先吃个药，好 Q 一下 E 一下 AW， 这波不能打了啊，这波不能打了，我吃他 Q 了，这反应是真慢，AQ，A 点燃转起来，我就没明白啊！你说，就谁给你的勇气这么猛，兄弟？就谁？到底是谁？到底是因为谁？你为什么能塔下在这里拆我的塔？我没明白。你挺狂啊！你可挺狂啊！我这一看呢。小丑来了，快点，我得吃个塔皮。
回家，我们出分离者。3-7还好，还好。你咋那么狂呢，兄弟咱？咱咋那么狂呢？咱怎么就狂成这个样子啊？没明白，不理解。你要稳着点打，你兴许还能有机会不死。你如果这样玩的话，那不好意思，今天你死的次数可能要多一点了。来，你狂一波，我狂一波，好吧，咱俩互狂一波。 Q 一下 A 一下，完了傻逼没吃着，靠，我以为他能跟我干呢，他不找我打。你这么狂，你不找我打？来 ，EAQ 转起来 ，W 一手 ，AQ 再转，亮牌儿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哎，13分19秒，拆了得了，一血塔吧，一血塔，回家，来回家，看看这把出个什么鞋啊？这边 AP 比较多，水银鞋。这把配九头蛇，这波塔皮马上掉啊，我们可上可不上。小丑没坏，这走打小龙去，我都没想到你们敢打小龙。我先把这天使杀了吧。你是真能抢，我发现。让龙给减速了，小丑呢？呀，这不白送吗？这多少钱呢？我的妈呀，发财了！天哪，700、600，哎呦我这，小丑700，干啥呢？打不死算了啊，跑得比较快。
把我们家蓝打了，挺烦人的。他去中了，哇，这也能去中路杀一个，我没想到啊！来扫一下，看看左边有没有眼，在这等一下。哎，又是天使，好闪现。他应该没有大，如果他有大，他不能交闪。我们把中路塔拔了啊。兄弟，你也挺狂，我说实话，你敢在这里回城？把他杀了来，我把他杀了来，别跟人马站一块啊，让他只勾一个。如果被勾两个，他外圈刮，可能给我们直接就给劈了。先打你个大鸡吧！哎，这有个红，这波一共三个人会过来。这样啊，我们在这等，小丑很有可能过来打红。算了，我们那杀个天使吧呢。打不了不着急放啊，他秒不掉我的情况下没有关系。来的居然不是小丑，居然是卢仙和天使。直接走，溜溜溜，搜一下 ，EA，A 接 Q， 平 A， 平 A， 不行了，这卢仙的虚区有点高啊，伤害有点高。这波有大的好了，这波有大，我把他们三个全杀了。关键这波我们是一打四，这就是。哇，你们真敢上啊！我天哪，这么玩游戏的，这日女真敢上。A 兵没准能吸上来，吸个屁还吸人，那后边都有日女的放大了都。来个死亡之舞，我都不出布甲，我连布甲我都不出。上路兵线不要了，我们直接上他们家高地。来，别怕，哎，别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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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打了。喜欢打那就打。来，天使喜欢送，给亮个牌儿，抽一下日女，我们死了。这波怎么能我死了呢？没有人给我加口血吗？七颗秀。他干哈呀？这是行啊！我发现还得杀的卢仙，其他人没啥伤害，关键是这卢仙打我，你知道吧？天使一死，把卢仙一杀就行了。先拿条小龙来，把小龙打了。我们先打个红。哦，猜眼儿，你是真不怕死，我发现。这个老卢仙往我脸上一，我要不是怕他后边有那落手，我都直接上去干他。
我闪一手，队友没有，为什么没有队友？为什么没有队友？队友呢？我出个蟹手，打大龙去了。我估计是打大龙去了，可能瞅一眼吧。两个 ADC。哎，好像可以打啊。好像不可以打。哎，堵他们，尤其是这落手。飞着呢，飞呀，这不飞。靠，推中吧，把中路推下来，还剩俩 buff 啊，可以接受。这不请猫上身，那他自己上啊，得他又不上，那有啥用？这干哈呢？这卢仙呢？剩两个人还要守一波塔，这猴现在真垃圾！哎呀，我越玩越不想玩这猴。三件套的猴啊，杀我杀12个。我能死6吧，简直耻辱，真的。你们觉得这个银马能不能跑得掉？我感觉应该是跑了。给我留住他们来，留人。给我留人。几个人来？这怎么天使还有大招呢？你这。就这，那就这呀，那你说咋整？就这样啊，那天使有大，那没啥了，而且控制还多。日女小丑又落手了，连环控。我寻思天使没大呢，那谁知道天使有大招啊？难呐。你们很难想象，这银马连着落手都打不过，就俺们家这银马，他两件装备打不过这么个破落手，让野区让人给杀了，还都不知道怎么打的都。先来个风龙魂团一波，游戏结束，不打了。这猴越往后打越垃圾，不打了。要不我就最近就怎么就不爱玩这猴，你知道吧？来，先把这小丑杀了吧。那打成这个批样，你说。
俺们家这些中单跟 AD 还有辅助确实没啥用哈。都是后排。哎，这小丑什么意思？全是后排，只能我跟着银马往上走，然后我们这又脆。其实我装备挺好，我不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猴脆。我要给这个武器大师整的四件装备，我怎么我给他们都杀了我？我整个四件装备，我直接起飞。你瞅对面这才什么老破装备都，一共最多的对面就三件，卢仙就三件装备。辅助跟我，哎，你让他看见没？后边有没有天使？哎，好的，我们先把这日女杀了，平 A， 别着急啊，这边没队友了，撤。啊，撤，只能是撤，没办法，我上不去，兄弟。你在干嘛？我想问一下你在干嘛？我们在打团，我们在打团，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刚才这波往右边走？为什么？甩我小飞镖，我打半天我们搁这儿，然后人家搁中路挂机了，你不来我们怎么打呀？这卢仙为什么敢在我面前狂妄？还有你，赶紧拿下，赶紧拿下。